警察！爸爸，博物馆是什么？里面有好吃的吗？这你算是问对人了，博物馆嘛，就是博物馆啊。那就是放了很多古董的地方呀，懂了吧？那什么是古董啊？这你都不懂，古董就是古董啊。进门请买票，修罗神也不例外。什么？我们还要买票？呵呵呵，你这不是废话吗？那必须的嘛，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得买票。哇，好多漂亮衣服啊！来，小童，我来给你介绍吧，这是皇上坐过的黄金宝座。哇，金光闪闪啊！这是皇后穿过的裙子。哇，珠光宝气啊！这是皇后戴过的皇冠。哇，至高无上啊！哇，我也要当皇后，以后你们都叫我皇后娘娘。来人，把那个皇冠给我拿来戴上。严四，皇后娘娘。哇，好高啊！哇，又高又大，这些可都是真恐龙的骨头。哇！动！警察！我们接到报警，说是有人偷了博物馆的文物，请你们跟我们走一趟。没有偷，没有偷，还在那，不信你去看。不会吧？记得点赞关注哦。